大家好，我是旭哥沃克兰，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这是一拳超人英雄之路。那旭哥今天来分享这个免费啊，三只 King， 第三只 King 入手了，目前有一二张这个第三只，爽爽的这个三只 King 免费入手，这个限时活动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。还有这个大家常会问，这个就是金色转蛋就要怎么拿？那这一攻略也会分享，这次的限时活动可以拿到非常多的金色转蛋券，还有一些金色转蛋券的详细的入手拿法，以及这个醉拳礼包码，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。频道的观众啊，常常在问说，哎，旭哥这个阵营的招募令要怎么拿？其实旭哥之前有分享过一些，但是没有帮大家总整理。那旭哥这一集帮他总整理一下好了，顺便讲一下这个最新的限时的活动。那首先这个任务这边呢，我们看里程碑。里程碑这边呢，解这个主线啊，主线只要推一推呢，都可以拿到阵营招募令，角色类型的招募令。那这边都可以拿到蛮多，一次大概就是十张，还可以拿到一些这稀有的角色这样。所以大家有空就去推一推主线吧。好，那旭哥最近比较忙，比较少推，但有空应该还是会去推一下，就是可以拿到像是这个十个阵营招募令啊，然后这个还有金属骑士，那可以拿到这个友情礼物，这个。旭哥快推完了这个16 Chapter 16，再来呢这个奥德赛最新的这个奇妙旅程，这边也有很多的这个阵营招募令可以拿，所以大家以后这个有空的话也是记得拿一拿啊。这个是限时活动，所以大家要把握一下，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。那旭哥今天这集攻略呢，会分享一下怎么样去破这个奥德赛。奥德赛这一关不难，你只要把这个就是所有的场上的东西清进去了。然后它这个有一个小提示，就是它这边有箭头，像是这个红色这边有箭头嘛，然后绿色这边有箭头，这个是往上的箭头，然后这个是往左的箭头，然后另外一个这个黄色这边是往下的箭头。透过这个南瓜提示呢，你去这边设定这些，就是比如说黄色是往下。然后红色呢是往左，那绿色呢是往上，你去设定这个箭头，设定这个箭头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开启最后的大门这样啊，最后大门，然后把一些怪清一清啊 ，BOSS 清一清，就可以拿来拿这个最后的宝箱了。这个算是破这个限时奥德赛的一些小技巧。好，那我们拿到最后的宝箱，这个是自选超级宝箱。可以拿一些养这个龙卷的资源。好，这个就是破这个奥德赛的技巧。那其他像是左边的奥德赛，可以拿到蛮多东西。旭哥最近比较忙，之后会来推一下。像是阵营招募令的话，这边都有嘛，还有一些角色。印象中这边很多阵营招募令。所以大家角色类型招募令，这个黄色的这个转蛋券的话呢，都是到这个奥德赛啊，或者是这个来拿。是最快的角色类型招募令，这可以拿到蛮多的。好，那在这个活动这边点进来之后，我们点这个左边滑下来的幸运抽奖，那这个也是最后一天了，所以大家也要好好把握一下最后一天的时间了，所以一定要把它抽完了，这可以领到蛮多好很棒的东西，像是这个钻石转蛋券，那一样有这个阵营招募令可以选。达到第15层之后，可以选阵营招募令，可以选转蛋券，所以这个要好好把握一下。那这个真的很看运气，好，有拿到了。好，我们到下一层。然后到第10层的话，还有这个很多神角可以选了。那这个真的超级看运气的，这个要一个一个这样戳出来，戳戳乐。这个很看手气耶，哦，中了中了，有了，看这一次能不能直接冲到第10层了，最后一天，还剩47张，哇，最后这个啊中了中了，欸，有机会，好，最后一个第10层的话呢，可以自选神角。这边的话呢，有 King 啊，然后波罗斯，还有这个二郎，这三个都非常棒。那旭哥选 King 好了，因为旭哥有在用 King，
King 刚好可以搭这个龙卷这个一波流的队伍，算是万用的最强的辅助型角色。来吧 ，King。哇，十七。啊，中了啊，爽啊！各位观众，免费拿到 King 啊，爽啊，爽啊，爽啊！免费入手了，超爽，完全无氪的旭哥拿到 King 啊，我们到下一层去了。那最后就是随便弄了，反正这一层大概不知道开不开得完，就随便按一按吧。好，果然开不完。好，就这样。所以大家记得最后一定要把握这个幸运抽奖最后的时间，限时活动哦，最新最全的礼包码总整理，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攻略。首先点画面这个左上角人头，点进来之后，我们点画面右下角的虚宝码，虚宝码，然后在中间就可以输入礼包码了。那我们就输入这个大写的 OP929， 大写的 OP929， 按确定。这可以拿到50钻，还有一个转蛋券，很不错哦。好，那接下来输入这个大写的 MUSE001，MUSE001， 按确定。这可以拿到100钻，加上这个钞票。好，那接下来输入这个 NIYA001，NIYA001， 大写的按确定。这有100钻，加上钞票可以领取。好，接下来是 BACALHAE。大写的 B， 然后 A C A L H A U， 按确认。这个100钻加这个钞票。好，那接下来是大写的 JIMMY001，JIMMY001， 按确定。这个有100钻加这个钞票。好，那接下来是大写的 TATGOR001，TATGOR001， 按确定。这个有100钻加钞票。HEROTRICKGIFT， 按确定。这个很棒哦，这可以领到1000钻啊，大家一定要领啊，1000钻非常棒的福利。R2， 然后 HERO， 再来是 EM，R2HERO， 然后再来是这个阿拉伯数字的 E， 再来是这个 M， 再按确定。这可以拿到500钻哦，非常棒的福利。大写的 FENSITUPO， 然后30000 FENSITUPO 30000，接下来按这个兑换，就可以拿到200钻。DL 600，大写的 DL 600，再按这个确认。那这个可以拿到200钻，再按这个三个转蛋券，非常不错，一定要领起来。ROAD2HERO929，ROAD2HERO929，接下来按这个确认。那这个可以拿到这个50钻，还有这个转蛋券，还不错啊。PUNCH929，大写的 PUNCH929，按这个确认，这可以拿到这个50个钻石，还有一个转蛋券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来输这个 XNCEWPCZ， 大写的 XNC， 然后小写 E， 再来是大写 WP， 然后小写 C， 再大写的 D， 想再按这个确认，这可以领到这个200钻。大写的 OPM2HERO， 咱这个确认，这可以拿到10抽。OPMFANS10000，这个 OPMFANS， 然后后面输入这个10000，按确定。